来放松脑袋，玩玩简单的小游戏吧。按住萤幕向下拖曳，就会出现投掷的预测线，只要边参考预测线边将球射向下一个篮筐里就可以咯。游戏里还有一个贴心设计，就是球打到篮筐不会弹起来，因此游戏的难度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呢。而钻石则是可以在游戏中收集或是开礼物盒获得，有了足够的钻石则可以买新的篮球咯。一起来挑战自己的最高分吧。